หลงเลย得给咱锁屋里头，还行。现在出来探险，你知道不？哟，我靠！哎呦，我这小镜，赶他妈古代的了！我操，我俩像忍者。我看，你像他妈王八，忍者神龟里那王八背个剑那个王八，那忍者神龟吗？哎，这回更像王八了。别他妈乱踢乱动。那晚上小帅，我跟你讲多少回了，晚上不能照镜子。晚上不照镜死人。照镜子会照到你另一个朋友。啊？会照到一个另一个朋友。那不能你吗？我你不认识的朋友。我都不认识你。大兵，咱干哥走。瞎他妈走！操你妈！你往我身上抹皮嘎！啊！操你妈！我不处死你啊！简直！你妈逼这逼太贱了！真的，兄弟们，我给你教你们个常识啊，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照镜子，特别在荒宅里边，知道吗？不一定你会照到什么东西。操你妈！我拿镰刀，我刨死你！你再跟我皮，你看我干你不啊？庙庙，看着吗，兄弟们？小庙，小庙，这种的是啥呀？这种地方太少了。我操，那还有个小庙。不是，这他妈的，这有说道啊！房子能站在庙旁边吗？可以的，因为他瞎鸡巴建，所以说导致他出事了，挂了。兄弟们，我一点不给你，哎呦，瞅这树。我真一点不给你们撒谎，这个肯定是真事儿。这个人真死了，你们就我就是你谁来找我来，我也很负责任告诉你，这个人的确去世了，然后这个地方一直就是给这俩搁着了，很邪性。因为这个地方常年不见光，而且就是说这地方吧，不代表说他死了之后就成荒废的地方了，但这地方绝对目前来讲是没有人看管的，也没有人管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也是通过一些关系，然后说这个大鬼楼子，说大鬼楼就是说坟营地，说这你那能敢玩人的？我说那有啥不敢玩的？那咱就尝试一下子，具体说的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知道吗？哎，这庄园太大了，这他妈小庙挺吓人的，装的还挺好的，嗯。进不去啊！进不去，这就可惜的是我。我操！哎，我操你妈！吓死我了！我操！你是做人的啊？你瞅屏幕，像他妈个人吧？这女的？哎呦我操！这地方我感觉真像一个那啥，真像一个就鸡巴墓园似的。嗯、这鸡巴有点太吓人了。阴，不是树，都没人修了都，上面。有主，主有是有，但是这个原主肯定死了，这个我敢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这也能进去？哎呦我，
废的就是。俺就说不说别的，你就瞅这箱，这是废电动车，这还他妈用问吗？电池都鼓包了，这电池都鸡巴，这电池都鼓包了，鼓了。LG 的大背头，有钱人的象征。这里边又出来一个那啥呢？一个大银头，咱俩怎么办？消了吧，那不打了。以咱们的脾气肯定消了，对，你肯定消了。估计消。哎呦我操！我操！哎呦我操！我操！哎呦！我操你妈！啊啊！不让动了。啥声啊？不让人动你东西啊！扶这玩意儿呢，你扶着他，扶着他。哎，操！操你妈！这窗户是开着的，那也不能啊！不可能，那大鸡巴劲儿啊！那个里边那个纱窗是一个纱窗，咱俩他妈别动东西了。对不起啊，打扰了。哎呦我操，这太鸡巴大了，这里头。哎，这鸡巴里头净是啥？这不是楼啊！这不是楼啊！哎呦我操！操啊！这里头鸡巴大呀！这还有个钟，这还有个电视呢。嗯？这还有个电视呢。哎，这是。门呢？拉不开。说这个进不去啊，这个。哎呦我操！这他妈好像是个饭店。操！我操！这又哥哥不太好了。这是他就按着。嗯。那特意不让人进的，是不？嗯。这咱还不能砸鸡巴玻璃啊！进不去。哎呦我操！哎！啊！哎呦我操！哎呦！哎呦我操你妈！啊！这里绝对有玩了，兄弟们！妈的吧！这里头绝对有东西。那是门吧？你别鸡巴拽我！快快跟我跟我跟我！这啥玩意儿呢？我操！里头供的鸡巴佛吧？啊？我朝这里边供东西了，看这门，你别鸡巴慌，别鸡巴进去了，朝这门哎，哎我操、啊！我操你妈！我操你妈！看着没那个东西？不可能看住，不可能看住，我这屋待不了了，是不是看错了？我操！就在他妈门里头，我特意他妈整掖着。红色的垫子反光吧，
就在前面那个，我跟你说，他要没了，咱肯定走，我肯定不给他待了。爱鸡巴谁说谁啥说啥说，要他妈是在呢，他研究过究竟。我说还鸡巴在那呢，我操，什么玩意儿呢？我操你个！哎呦我！操你妈！四块鸡巴！我操你个血妈的！你吗？谁？是谁？回来！你过来！我操你妈！你过来！这哎，就是我回来了这位置。哎哎，啥声？不知道啊。我操你妈！这里头有声，出来！出来！哎呦我操我！咋的了又？我操那里的火里亮了啊！绿了！我操！哎呦！我操你妈！小心呐，小心！我操你嘎棍着了，解释不了。不可能，你知道我这么鸡巴喊，而且他妈根据刚才那些线上，不可能是有人，人为根本都做不到。你过来，过来，走走走，你先跟我走，先跟我走，快点，快点的。我操！啊！我操你妈！哎呦我操了！哎呦！我操你妈！吓死我了！这是个住人的地方。有人吗？书架。有人吗？这有灯没？这有个那啥开关。是共享单车偷进来的，绝对的。这什么图？这是清明上河。你妈小心我真你妈了个你陪我把这地方突破了行吗以后咱不玩这好不玩这地方了走走操我操确实想要我腿都突突了、哎你跟我后边跟着、操你妈门这啥意思门压根儿也没他妈关
你陪我一场，今天就这一场行吗？干这地方咱不玩了，站外边看。上面是不是冻了呢？别他妈！我操你妈！我好像听到个声儿。不，啥玩意儿叫唤呢？哎我操你妈！我好像真听到一个声儿。你搁门口待着，我看看，我看看咋回事。我操你妈，这是个书，小心，这真是个书，啥意思啊？这里边的朋友，啊，是不欢迎我，还是说的，是到点儿，想咋的？啊！啊！看后边来，跟我来，跟过来，也能看看书架后边。来来来，也能看柜子后。这是啥玩意儿了？这我操你妈！这红书像他妈小红似的。文件，你咋的？啊？你又干这个干鸡巴呀？我操了！操你妈！你别跑！你看自行车，这根本都没有车铃。这哪有车铃？小心的！哎呦我操！我操你妈呀！行，够意思。太牛逼了！行，来，跟我来，我看看，出来！我操你妈！这里边还有暗门啊！我操我！还有我！谁？
哎呦我操！哎呦，这你们干啥呀？哎呦我操你妈呀！哎呦我操你！哎，那个也是个门儿。我操！哎呦我操，苏正台！这个绝对是个暗门，这有人住吗？这可是气上了，兄弟们，这跟那屋是通着的。这里咋水咋都没动啊？我操你妈！我这感觉这里的这男人那些，真的我一点都不敢待了。啊？为啥？那是啥儿子？警棍。警棍。看看这里就知道了。哎呦我操！啥声啊？哎呦我去了，老哥！我操你妈，这里冒烟了！哎呦我操你妈！哎呦我操！我操！我操！咋的？我操！哎呦我！哥哥！哎！啊！我。